2015灯银雅韵诗词吟唱发表会，青青河畔草。第四个节目要带来的是李白所作《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熟云》这首诗，我们邀请许泽耀老师担任示范吟唱，我们掌声欢迎。许泽耀老师，师大台湾文化局语言硕士，现职台北东门国小的台语教师，并于宜兰社区大学和大安社区大学开设河洛汉语诗词的吟唱课程。我们欢迎许老师。泉州谢眺楼饯别校书熟云，李白作。我何家多日几日不可离，乱我心家，今日几日得欢忧，两红伴你送秋安，对此可以谈可离。蓬莱文章建安国，中干萧下有千分，无花谢谢徐老师，他在强烈的闽南语的语调之下，哈，有思想的感情，酣懒明月，散发弄舟，正如奔腾的江河瞬息万变，波澜荡起，哈，我们谢谢徐老师。